等一下，你先吃，我们等一下去逛街。妈妈，等一下，我东西忘了拿。欢迎加入呢。他好像是那个分手擂台的主持人。你怎么会加入我们角落生活啊？我们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加入的。我女儿已经一个月没回我讯息了。我女儿已经三个月没回我讯息。别难过。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里。爸爸，我女儿声音，娘，等一下，你不当角落生父了吗？回去又被忽视了，怎么办？忽视就被忽视，保护家人是我的使命啊！爸爸的爱其实存在每个小细节里，谢谢爸爸总在关键时刻霸气回归。祝福爸爸们爸爸节快乐，上虾皮买礼物，别让爸爸成为角落生父，让爸爸霸气回归。虾皮耶。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里。